有请主持人张传。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怕蔗糖喝减醇，为爱做减法。本节目由君乐宝减醇零蔗糖酸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爱宝在抖音开直播了，只要大家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抖音号，添加关注，每周四晚21点到22点，我们的情感导师将在线直播互动，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接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周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曲薇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严品红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面临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结婚6年了，我发现他就是个骗子，欺骗了我的青春，更欺骗了我的感情。他从来看不到我对这个家的付出，每天就知道埋怨我，我觉得我每天活得太憋屈了。他每天就知道喝酒，对我对儿子他都没有负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现在我是真的累了。有请这一对，有请。宋先生44岁，来自黑龙江，网约车司机。李女士39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夫妻吧？是。那您干嘛说他是骗子呀？因为婚前的时候他答应我的没兑现。啊，他答应您什么了没兑现呢？就是我俩处对象的时候吧，我跟他说我不会做饭，他说的没事儿，以后我可以做。但是呢，等到婚姻生活中以后，他就不做家务了，也不做饭了。那不是说我不做饭，是因为呢，他喜欢吃炒菜。我喜欢吃这个炖菜，我一做饭的时候他总是挑三挑四的。我理解夫妻之间不是应该共同分担家务吗？你有时间你做做饭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当初承诺我的呀，因为他承诺我了，他没兑现呢。你信呐？但是当时是信了。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再婚吧？对，再婚。对呀，那你经历过一段婚姻，这话你也能信吗？但是当时我是认为他应该说话就应该算话的。哼，行吧。那个除了这个不做饭这件事儿是骗子，还有什么事儿骗了？还有就是婚前的时候，他说的结婚以后能生小孩吗？我说可以啊。然后我说的那要是生小孩的话，我不想看孩子。他说那没问题，你只管生，剩下都是由我来啊。但是生完孩子以后，他什么也不管，全是我自己在带。然后我母亲平时的时候还帮帮我带孩子。这是您的第二个孩子吧？对，第二。第一段婚姻里面是不是也有个孩子？有。那你生完孩子，你能绝对不看他、不带他吗？不是绝对的，这不是生活常识吗？你也信呐？承诺我了，他没兑现，我就挺生气的。哦，这就说他是个骗子了。对，我没有替他开脱的意思啊，我只是说咱们成年人要对基本的生活常识做自己基本的判断。除了他这个骗你之外，你觉得这个男人还有什么不行啊？到这儿我坐月子期间他不经过我同意的时候就把工作辞了，他最起码应该尊重我一下，应该跟我打声招呼，或者我们两个商量一下。我辞职是为了更好的能照顾你还有孩子，因为东北的12月份冰天雪地的，如果我不辞职去伺候他跟孩子的话呢，只能说两个老人去伺候他。我的丈母娘呢已经60多了，我母亲那将近70的人了，我感觉我做的对，我辞了职为了照顾他跟孩子。我的很多同事呢，还有就是说我的同学特别羡慕我这么做。咱们不管，不，咱不管别人羡慕不羡慕啊，这事儿不已经发生了吗？孩子在3岁了吧？得5岁了，现在5岁了。那这件事我做的没有错啊。不是，我就问吧，照顾的好吗？不好，他把工作辞了，美其名曰好好伺候我月子，然后他还去跟朋友去喝酒去，恨不得就泡到酒缸里了。哦，没照顾月子。照顾了，照顾了。是喝酒去了？不是，就是说啥的，就是正常我照顾他以后呢，谁都有几个朋友，因为我已经辞职了嘛，为了能更好的找一份工资高的工作，
通过朋友介绍您的这些想法都实现了。看他现在还找这些理由，我辞职不也是为了家吗？伺候孩子，伺候我辞职也是为了咱们有更好的生活吗？但是现在生活也没有太好啊。咱们这么判断，他有没有努力？我认为他不努力，隔三差五就出去跟朋友去喝酒，喝的非常多，自己六七瓶、七八瓶，现在就是导致的他前两天脚疼，然后上医院检查都得痛风了。还有就是他喝完酒回家说孩子，现在孩子这么点儿，他老说他不让孩子跑，不让孩子跳。我那是在教育他，因为孩子他已经五岁了，我也是想望子成龙，我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一点就是说的，我没有做错。谁家孩子五岁跑跳啊？家里人，你不准跑，你不准跳。你听说过老话吗？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所以孩子在三岁，但是我不希望你这么管孩子。孩子在三岁到七岁之间，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年龄段，所以说从小把好的习惯要教给他。他现在刚五岁，你就这么管他？那等到青春期了，你还能管他？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爹，爹教育儿子是理所应当的。那你的意思就是想让孩子害怕你？那可能是我的方式方法可能是有点过激。是不是啊？肯定是过激啊！你不应该这么教育孩子。但是我教育孩子，我的出发点错了吗？没有错。行，小儿子是这样，大儿子来的时候你也说孩子。你别说大儿子，你说大儿子我更生气。老大今年都十二了，他什么事儿不懂吗？他什么事儿都懂，因为咱小儿子他已经把他的大哥当成他的榜样。但是呢，老大做到了吗？老大特别贫，特别不懂事儿。因为什么呢？他每次来他都在玩手机。你想想，他正是以学业为主的一个年龄段，不应该是玩手机。而且他玩手机，他的眼睛已经玩的就是说朝近视这个方向在发展。而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呢，老二天天跟他在一起玩，间接导致老二也跟他在一起玩手机。我说他也是为了老大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想让他给两个孩子在一起，不想让两个孩子感情更深一些呗？不是，因为他俩小。不是老大和老二住一起吗？不住一起。老大是他跟他前夫的。对呀，不是偶尔才来吗？是偶尔才来。我说他也是为了他好。我挺生气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母亲一开始跟我们在一起住，然后他就当着我母亲说孩子。因为那个老大是我妈妈一手带大的，你想他在老人面前说孩子，我妈心里能高兴吗？肯定是对他有意见，导致的现在我妈已经搬出去住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老人搬出去了。对，刚才我媳妇也说了，我丈母娘特别宠爱这个孩子，我感觉就是说她宠就是惯着老大比惯着老小还要多。所以呢，就是说老大来的呢，我也是说白了，我也就是为了两个孩子，因为将来以后他俩肯定是是越来越好。你从所以等孩子除了说他，你要不你就躲出去。我躲，因为什么？因为老大来了我瞅着他来气。因为老大特别吧，他特别尖，就是说我说你看你别玩手机了。你凭什么评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是这种词儿？因为他不好的一些坏毛病。不是，你凭什么就这么评价一个孩子？什么叫不好的坏毛病？玩手机怎么就坏了呢？但是现在怎么就坏了？你告诉我。但是因为玩手机，现在这个老人的眼睛已经不是你现在告诉我他怎么就坏了？我没说他坏，我只说他这个毛病要改。凭什么要改呀？你喝酒的毛病改了吗？你改了吗？咱们要抬杠较真儿，可不就这么说吗？你改了吗？为什么苛责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呢？所以老大你怎么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说他奸呢？所以老大再来呢，我就不说了，我就躲出去了，因为我瞅他我也来气。说吧，那肯定我丈母娘还有他不愿意。他就是好面子，不想让就是我前夫那面知道我俩现在住的现在还是毛坯房，我俩都六年了，让对方知道了。能不能不说房子？说房我比你还生气，要不是说的你非要干这个买卖，把那个钱赔进去了，是不是我可以付个首付买个学区房？怨我吗？你就是一直就认为我做这个买卖赔钱了，一直就是在埋怨我这一年。是，这个买卖是当初我愿意干的，我干之前我已经征求你的意见了，是你同意的情况下我才做的这个买卖。确实是没挣着钱，但是你也不能老因为这个说辞就不让我干了。没听明白什么情况啊？我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小买卖。不是，这跟装修有什么关系？刚才不是说装修还是毛坯房？我家还有一个动迁房，房子还没回迁。
后期我俩就打算说的用一部分积蓄给孩子买个校区房，然后我就做这个小买卖就把这个钱动了，他就一直就是。那您同意了？埋怨我。是他自己偷偷的把这钱拿去做了买卖，还是您同意了呀？同意了。同意了，你怪人家干嘛呀？你家里一个大老爷们的钱投资，谁还没个投资失误的时候呀？你得认呐，你怪人家干嘛呀？他老埋怨我，我干这个买卖以后我就看不了孩子了。然后那个我妈看孩子，有的时候我妈出去实在没人看的时候，就让她来看孩子。然后他就说他干这个网约车不挣钱，是因为他总给我看孩子，老拿这个当理由。那你说我去看孩子，那不就耽误我不是你看孩子有什么不行的吗？我没说不行，但是这个事儿我特好奇，这件事儿就一个当爹的说，哎，今天轮你看一天孩子，不是挺高兴的吗？我的意思是啥呢？这个买卖吧，两头你得磕出一头来。不是买卖当初是不是你决定跟他共同决定要做的呀？是。做这买卖之前有没有考虑过后面后续这些问题啊？没有考虑。那没考虑就不要抱怨嘛，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啊？你看我一直在问你们所有事情的结果，虽然生活不靠结果论来主导，但是日子有时候恰恰就是要拿结果来反推的。比如说小儿子你觉得带得不好，谁的责任啊？我有。你有责任，他有责任，对吧？这肯定是爸妈。我认为我没有责任。孩子带得不好肯定是爸妈的责任。但是他当初承诺我不用看孩子，然后是你儿子吗？五年把我绑住了。不是，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哎，是我儿子是不假，但是他要是不承诺的话，我看我是你老大看没看啊？我老大没看。为什么不看呀？因为当时上班，因为当时上班。你前夫也承诺你说不看孩子了？对呀。哟，你这生活，那为什么离婚啊？因为他出轨了。我不是不愿意看孩子，是因为我需要上班。谁不需要上班？在座的谁不需要上班？周群老师，你看孩子吗？看呀。沙娜老师，你看孩子吗？看啊。你给孩子辅导功课吗？曲总。必须的啊。严老师，你看孩子吗？当然看呀，必须啊。谁不工作呀？谁不看孩子呀？我就挺生气，就是说你气什么呀？不是说我逃避看孩子，不是，我是觉得孩子，如果你发现他有问题了，首先肯定是父母的问题，因为他今年只有5岁吧？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承认呢？我承认呢，但是他你有没有问题？承诺我的，你有没有问题？他是个骗子，孩子无辜啊，你没问题，所以你们夫妻俩怎么能不吵呢？你都没问题，他也全正确，他的理由多充分啊！我是为了给你坐月子。买卖你做败了，要不然我们生活不是这样。你们俩谁反省过自己啊？但我认为我一直没有错。他要是当初不承诺的话，我肯定不会生气，我也不会认为他骗我。他不承诺，你都不会嫁给他，就一个愿意骗，一个相信骗。所以我让这个骗子给骗了。那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互相指责吗？你们有俩儿子呢，还有生活呢。因为我们已经生活6年了，他。当初对我的承诺他都没兑现，我对他已经很失望了。如果要是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不想再跟他走下去了。又不过了是吧？那您希望他变成什么样您就跟他过呢？肯定是当初他承诺我的他兑现了。从今天开始所有的饭他做，对吧？5岁的孩子从今天开始都是他看，您就跟他过，是不是？对。一个网约车司机干了这个，他怎么干网约车？但是他干网约车，他也没挣着太多钱呢。他要是挣了太多的钱，是不是这件事儿就可以不用做了？他要是说的好好开网约车的话，这些东西可以不做。所以啊，你要的不是他的承诺兑现，你嫌这个男人不能挣钱嘛，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嘛？那你说，最起码他得给我一个稳定的房子呀。不是夫妻一起去打拼吗？因为我结婚之前他有房子，到现在我们也没住进去，还怎么拼呢？没住进去也不是他的事儿，你是拆迁房是吧？对，回迁房。对啊，那不是没盖好吗？等呗。您在这把岁数都2个儿子的妈了，您还没弄清楚什么叫生活吗？我能等孩子能等吗？现在不是有房子吗？现在我们在租房子，而且还是租的是毛坯房。啊，现在租房子是因为你没回迁是吗？对，一直没回迁。那就接着租啊，没这条件啊，你们不努力工作呀，你们互相埋怨啊。那我出去做买卖，然后他还埋怨我。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您嫌弃他不能挣钱嘛，您就直接说这个问题嘛。现在想怎么样呢？我太累了，我不想再给他机会了。
我听明白了，就是您实际上是不想跟他过了，对吧？对。这个家说白了，有没有他，您觉得都一样，是吧？不是。那有啥不一样的呢？毕竟他是男的。这，毕竟他是男的。哎呀，那世界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呐。所以您到底要干嘛呀？想明白了吗？你也仔细琢磨琢磨，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能把一个女人逼到这个墙角上去？他会说我们结婚六年，在结婚之前的一个承诺，他没有兑现，他拿这个来说事儿。那这六年的日子是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一个已经对现在的日子绝望了吧？一个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这个里面就有预期的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努力，还是能力不够或者运气不好的问题，很复杂。那面对这些风险的时候，夫妻之间要不要共同承担呢？还是所谓的大难来时要各自飞呢？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跟你说，我录他们这段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堵，你知道吗？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还对生活没有一个我觉得叫基本常识的认知的时候，你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你是听不下去，他们是过不下去了。哎，听到现在我就始终觉得这位女士在问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嫁给你？我凭什么给你生孩子？我凭什么伺候你这一家人？我觉得她一直在打这个问号，是有这种愤愤不平，是吧？我想问几个题外话。你生第二个宝宝的时候体重是多少？130。我能现在冒昧地问一下你的体重吗？180。所以你对自己也不是很自律，管理得很好吧？生宝宝的时候才130嘛，对吧？现在有180，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减不下去。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借口，如果你想减一定是可以减下来。就像你说你的先生，如果你想戒酒，你为什么戒不了？你可以反问你自己一下，当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管理好自己？当你在问他凭什么我要为你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可以回过头来问你一句，我凭什么？你结过婚吗？没有。我没有任何就是说你结过婚有孩子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对等，我只是帮他站在你的角度，他也可以像你这样来问你，我凭什么？我一个小伙子，我没有结过婚，我没有孩子，我刚跟你结婚，我就要当一个十来岁男孩子的爹，这个十来岁的男孩也不是很好管理的，他也可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吧，凭什么？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对等的。当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怎么样了？所以我想你们两个人都换过来，你想一想，我为什么不能戒酒？你想一想，我在这儿有时间指责他的时候，有这么多怨气的时候，我怎么没有把自己的体重给降下来，让我轻盈地面对这个家庭和世界？可能你内心很多的那种痛苦不忿，慢慢随着你这次有毅力的行动也会化解掉的，你会重新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么多，谢谢。谢谢周群老师。我觉得李女士，你有一个特别让人抓狂和生气的地方在于，如果你没有生过孩子，然后这个男人说啊，你只管生不用管，这样的鬼话，你信也就信了。关键是您生过一个孩子。哎，你后来没发现吗？你听起来发现说那个儿子其实他没管。但是那你也是为人母，也有这种母性的这种感觉在吧？就这孩子，你可能不管他吗？你不想他吗？想。对呀，而且当宋先生说到你大儿子特别尖，就用这么刺耳的一个词儿的时候，我没觉得你有多愤怒。赵川愤怒了。对对，川哥都愤怒了。是因为我觉得你不要对十几岁的孩子下这样的不客观的一个定义。没错，我们都愤怒，可是你很平静。哎，我就纳了闷了，甭管说这孩子是我跟你生的还是我跟我前夫生的，他都是我的孩子。然后你反而说到自己被骗这件事儿的时候，就跟就炸了。拜托呀，就现在18、19的小姑娘都知道不能信男人这张嘴，你到现在这个年纪还信啊？而且这不是他骗你，是你主动自己愿意被骗的。所有的承诺需要判断，
而且哪有人念着当初的承诺过日子的呀？其实你一直念着当初的承诺，一直咬定说他骗你，归根结底是你不愿意面对现在的生活，因为你第二次婚姻又失败了。你说他虚荣，其实是你虚荣，觉得在前夫面前抬不起来头，我现在过的依然是这样的日子，甚至还没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过得好，你不愿意面对现在的生活，所以你一直说你骗了我，你当初对我的承诺都没有实现，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跟别人没有关系。你不知道自己的第二段婚姻怎么又变成这样了，但是你如果一直活在这种执念当中，不放下对抗，不把挡在耳朵上的手拿开，听一听别人在说什么的话，你会生活得越来越糟糕。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那你既然已经当初选择嫁给他了，他的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包括你自己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你不能每天自己把自己的耳朵挡住，我不听，我也不看，我也不想，反正你当初就这么承诺我了。清醒一点吧，我觉得你现在要面对现实，接受你现在的生活，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当你放下这些对抗和执念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就顺了，好吧？谢谢。好，谢谢沙达老师。我想问问你们两个，今天来这个舞台的目的是什么？是分清楚各自的责任，还是说想找一种解决方法继续走下去？说心里话，我还想跟他继续过下去。那女士呢？我不想跟他再走下去，我太累了。他是个骗子，在我心里他就是个骗子。对，所以你这种状态，我觉得是符合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那些问题的。你们两个的现在状态就属于好像一个公司叫破产清算了，要看自己各自这股东啊，这两个股东要往里投多少钱，然后大家一分两散来摆责任，你说都是他的错，因为你要抽身而走了，推卸责任是你今天的目的。同样，如果你真是认为你的目的是想来和的或继续走下去的，你也不应该是如此的表现啊。买不起房子是因为你投资出的问题，可你明明也是答应了，你的的确确说过那些承诺的话，但你没有做到啊。你辞职不跟他商量，美其名曰我要照顾你，实际上呢喝酒去了，对吗？所以说你们明明就抱着分的态度，那就分了吧，何必要让对方这么难堪呢？六年的时间呀，怎么也是有感情并且还有孩子嘛，至少也对孩子负责，不要在这指责了好不好？但是女生态度很明确了，你要真想往下走的话，拿出点行动了好吗？你就努力做一回又怎么了，试试看能不能更好的走下去，如果能，有可能这个破碎的家庭就重新又在一起了，因为你们有孩子呀，对不对？好，谢谢徐老师。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她还真不想分，到现在来到这个台上指责自己丈夫的依然是，你说了你要给我好的生活，你要给我房子住，你要带孩子，你要赚钱，你要这样那样那样让我过得舒服。她特别想让这个男人把她照顾好，她特别需要有一个人让她可以过那种轻松的不用付出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可以对婚姻抱有期待，可以对伴侣抱有互相依靠的这种愿望，但是我们不能算计，不能计较得失，不能嫁给目的。你算得很好啊，我找这样一个人，他承诺了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他实现不了怎么办？实现不了就说这个人一无是处吗？你是嫁给这个男人，还是嫁给你想好的那些条件和目的呢？所以我觉得，你既然需要有一个人和你撑起一个家，那你就要分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对方该做什么。无论他当初用了什么样的语言跟你承诺，那你的本分是做什么？我也愿意相信你是对他寄予了很高的希望，现在失望了，但是这是生活啊，你选的这个男人他就是这样的呀。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自己想要的一些生活一点点的努力实现呢？而先生，你当初那么轻易的承诺，不也就是想觉得，哎呀，我能找个媳妇儿，随便说什么都行，回头再看呗，反正我也娶回来的孩子也生了，还能怎么着？不是那样的，你实现不了你当初的承诺，但爱总要付出吧。
我其实真的听不到你对他有什么爱。月子里美其名曰说我辞职是为了照顾你跑去喝酒，人家也是为了生活好赔钱了你就不停地埋怨，你关心过他吗？你变胖还是变瘦，你高兴还是不高兴，你对我有期待还是没期待，我都不在乎，我没感觉。所以也许最初女士是因为你的承诺而嫁给你，最后一定是因为对你的失望而觉得生活无法继续。你们俩其实各打50大板，没有人真正的是去付出我的爱，都在想着索取。一个只有索取的婚姻怎么继续？好好去审视一下自己吧。谢谢。好，谢谢杨老师。听着特别特别累，就从他们俩一上来，一开始说他骗了我，从说骗子开始，这个心里面就真的跟猫抓一样。你先生今年是44是吧？对。上有老下有小，正是这个男人一生当中最累的这么一个阶段。你体谅过他吗？他爱喝酒，你给他温过一壶酒，跟他说两句提己的话吗？没有。对呀、啊。不到40呢吧，妻子。买卖做得不好，日子过得不舒心，你跟他静静地坐下来安慰过他吗？除了吵之外，你们俩关于小儿子的教育问题坐下来商量过吗？除了打之外和指责之外，说过吗？那老母亲走，为什么生气啊？是因为老母亲气走了生气吗？是因为家里少一个劳力吧？周群老师说的好听，不自律，说难听点儿就是那个字儿懒嘛。做妈的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愿意带，让自己的妈带嘛，一样啊。那不是也不愿意带儿子吗？互相指责，那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推卸责任特别容易，承担责任是需要勇气的。你把责任担起来，你也把责任担起来。其实我们算你的财富啊，两个儿子，多大一笔财富？虽然他对你漠视，但是好歹他没歪了八邪的，心还在这个家里，能力可能不够。这个男人，人不坏吧？家是你们身上的一副担子，不愿意挑，可以撂挑子走，但是总得有人把他挑起来。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媳妇儿，从结婚到现在6年了，酸甜苦辣都已经尝过了，而且这一路走来呢，真的挺不容易的。我承认我自身呢也有一些小毛病，我会慢慢去改变，我还会爱你，还有两个儿子会更加的爱你们。我争取2年之内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媳妇儿，咱俩回家好好过日子，我会更加的爱你，宠你。媳妇儿，我爱你。你2年能买一套房子吗？您不能再随意的承诺了，婚姻靠的不是承诺，是实实在在的做呀，兄弟。谢谢老妹，请回吧。怎么会人到中年把日子还过得这么糊涂呢？他们就是把生活想得太容易了。还是那句话，挣钱真的不是目的，家庭生活最重要的是和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回来，请开门。人到中年别再抱怨了，踏实努力的工作和生活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怕蔗糖喝减醇，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君乐宝减醇零蔗糖酸奶提供的礼品一份。打开天猫搜索君乐宝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嘉宾的浪漫时刻。
来，请亮灯，回家好好过日子啊，好吗？别再抱怨了，加油哈！谢谢两位，请回。看了一场中年人的婚姻故事，平凡和普通，实际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平凡知足的生活也挺开心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怕蔗糖喝简醇，本栏目由君乐宝简醇零蔗糖酸奶冠名播出。喝简醇酸奶，为爱做减法。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这个人做事很偏激的，不允许我微信里有一个异性，而且现在对我还不如原来体贴。他什么都要管，总是又作又矫情，我为他改变了这么多，他从来都看不到。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做蠢事，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为他操心。以后呢，两个人还要走很长的路，我希望的是做别人的小公主，而不是别人的妈。有请这一对，有请。小张21岁，来自江苏，学生，有请小张。小许20岁，来自江苏，学生，有请小许。欢迎两位哈，今儿是谁要来的？是我。哎呀，这姑娘厉害啊，我这儿有这姑娘总结来的理由，给你们读来听听啊。你总是害我跟你一起吃亏，是吧？对。我的前任是你学习的好榜样，又自私又女性化的就是你，啊，这是第三条了。第四条，偏激的你很可怕。第五条，咬人又抽嘴巴，你敢说这是你爱我的方式？他干的，这一点是我。所有男生都是我的情敌，是你啊！见面第二次就恋爱，我识人不清，现在我后悔了。这是我看到的总结的比较狠的情侣来我们这个舞台上，咱一条一条的说好不好？嗯。先说你总是害我跟你一起吃亏，这是怎么回事？这太多了，就比如说我跟他在一起有一阵子之后，他有一个朋友让他帮忙找摄影师拍照片啊，摄影师当时那边的报价就1000块钱，然后他就是介绍了之后，结果拍完照片他朋友说那个摄影师拍得不好就不满意，然后一开始给了500定金，之后剩下的就不想给了，然后找他来说，那摄影师人家肯定也不会放过他呀，就过来闹。然后我就感觉他就做了一个特别蠢的事儿，他自己就是掏了500块钱往里头垫，你自己说蠢不蠢？我是掏了500块钱，但这件事情却也有我一部分责任。我不知道说他拍出来的让我朋友说这么不满意吧，也没想到就是我朋友那边也挺不靠谱的，就说只给500块钱定金。那这件事呢，吵来吵去我也有责任，我就想那算了，那我就给你们500块钱，这件事也跟我没关系了。哦，我不希望你一句话就否定了我全部。那你不能想一出试一出就去做了，我跟你讲了，就是你自己做事能不能稳重一点，就包括说我提前任完全就是因为你能不能向人家学学人家优点。前任你提了多少遍，你可以跟我说我有什么缺点，我也愿意去改，但是我不希望你老是拿前任跟我做比较。你前任是你前任，我是我。我真的没话讲。不是你前任那么好怎么成前任了呢？是因为太优秀是吧？不是。那是为什么？出国了。结局就是分开了嘛。对，前任可能有一些方面就是很优秀。啊，我是说前任的性格，就是人家可能就很稳重，同样就是年纪也不大，但是做事什么从来都不用我操心。就比如说我们就大冬天约好了晚上6、7点钟见面，那我要是提前到的话，人家前任肯定就是说让我先到商场里某个地方，就是等一会儿买点什么热饮喝喝，然后他就只能让我在那儿干等，然后我又不敢往里面走，怕他走了之后他就找不到我，他就经常干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姑娘，你这是谈恋爱又不是过日子，她要投资是她的事儿，她稳不稳重，是只对你们的感情稳不稳重，她处理事情稳不稳重，那岁月给打磨她呀。那就是我们两个谈恋爱，肯定就是说谈了这么久，也就是拿着很真心的态度啊。谈了多久啊？1年多了都。啊，行，前任这事儿你可以不学啊，咱也学不来，对吧？你全盘学来就是分手嘛，是不是？咱不学。怎么嫌人什么女性化什么的，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俩就是下雨嘛，撑个伞，然后他当时撑那个伞子，正常握个伞柄不都这样？他非要就是翘个小拇指，
我就正常握伞，我应该你完全不是那样子，没有翘小拇指，不是不是，他就是翘个小拇指在那儿。然后还有就是说，我有一次从洗手间出来，然后看到他在那，就坐在凳子上面，就玩着手机，撅着个屁股在那儿。然后还有就是，就太多了，像那种，就比如说，我要是突然对他大小声，然后他就感觉受到了惊吓，就像那种受惊的小鹿一样，就突然颤一下。还有就是，我们俩要是吵架，然后他当面他不敢跟我骂，他到背地他走开两步他就偷偷骂我一句，他以为我听不到呢。不是，那是你耳朵太好了，这不是没有，那就是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这个、没有，你跟他交往了一年多，为什么呀？我不是说我没有男子气概吧，就是我觉得我在外面就是跟我朋友玩的时候都挺，我觉得就我对你，因为我是很重感情，我想说对你就温柔一些这样的，但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做的不太好吧，就是这样。这个没什么。我们听听自私怎么解呀？自私就是比如说，包括像撑伞那个事情，就怕淋到他自己，然后伞就往自己那边撑，害得我就是湿半截。然后还有就是，我有一次是当时白天忙了一天忙事情，晚上也没有吃饭，然后他送我回家的时候，当时在那个路上买了个鸡腿什么的，就晚上当饭吃。然后他，我不明白是出于什么目的，说是逗我玩，然后把鸡腿就是收起来，结果。等快送我到家的时候搞不见，他又不敢跟我说，然后回家一看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饭，我的鸡腿什么东西的，然后他那时候才跟我招认，说他就不小心搞丢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搞丢那时候再告诉我，再去买一份，晚上不就不至于饿肚子饿一天了吗？然后他说他怕我骂他，就为了说怕我骂他，所以说就宁愿我吃不上饭。哦，他是多么的怕你啊。我为什么害怕？我每次跟你吵架，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每次吵着吵着，然后就会说分手，分手。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你说分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变这些。我跟你提分手，就有的时候就是想通过，就是吵架，然后让他记住这个事情，能够改掉。然后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过来哄我，到最后就是会做些特别偏激的事情，就有时候可能会就是下跪什么的这种。哦。还有就是。前阵子遇到的事情吧，就是我感觉现在想想可能就有点后怕。吵架的时候当时吵得比较凶，然后他当时就推我，然后推的后面就是大马路，然后把我推倒了在那儿。这件事情我首先要承认我是错的，但那天就是跨年，其实那天然后我白天也没有课上，我是在工作，上完班之后我已经规划好说我们晚上我让还挑两家餐厅，然后选说我们可以去干嘛去干什么，结果我到那边之后他跟我全盘否定之后说他想去吃烤鸭，行，我们去找你说那家店，结果走来走去，然后一会儿说我这边做的不对，这边走的也不对，那边走的也不对，然后就开始奚落我之后，我真的就我一天我感觉我做了所有的事情又一直在被你否定，然后我就推了你一下，我当时就是我没想到推的力度这么大，我居然想轻轻推一下，我推完之后赶快扶你起来，我确实这件事我推完之后很后悔，我就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人。那你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偏激了吗？有这个必要吗？女生觉得男生推你一下偏激了对吧，确实做法有些偏激和不妥啊。还有罪状呢，男生说的什么咬我打嘴巴就是你爱我的方式吗？他咬你啊？对，他经常咬我。他抽你嘴巴？那我觉得不能叫抽，都没有声音，就是摸一下，怎么叫抽呢？那你摸的力度可能大了点吧。那我可能就是喜欢做这个动作，好玩就摸了一下这样。啊，咬呢？咬也只是就是轻轻咬，我也没有说很重。什么时候咬和摸呀？咱们把这场景一区分，咱就能辨别出来了啊。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说了想要去吃火锅，然后他非要去吃烤肉还是怎么着，我就说我就摸一下，我说去哪个，就是摸一下这样。哦，然后他这样一般就会听我的然后去吃。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哪种情况啊？比如说我去接他，然后他因为一件事情然后吵架了生气了，然后在地铁站还有其他人就直接一巴，我觉得我会受不了。我是一个男的，平常就没有人也就算，我就很害怕。如果说跟我朋友出来或者怎么，他这样对我，我会很非常接受不了。我明白了，就是别有朋友在的时候你不给我面，是这意思吗？对，行啊，这男孩，那你还怎么地啊？他就是喜欢在你们面前表现，就是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说很好，性格很好，很温柔的样子，就背地里其实老是做蠢事儿。行，听明白，你是不是吃所有男生的醋啊？因为这里面有个罪状叫所有的男生都是我情敌。我承认我可能稍微管得多了一点，我认为就是正常聊天，我们就互相也会看聊天记录，你正常聊天 OK，
但是就比如说他发一条朋友圈，底下有些很就可能只是一面之缘或者你不认识的人，然后在评论说你这里离我家挺近的，我们晚上吃饭吧，我想见见你。我作为一个男生，我说真的，我可能占有欲也比较强，我就很发火。那你也知道自己占有欲强，而且人家根本也没有说这样的话，就顶多说一个说你在这地方离我们家挺近的，这能说明什么东西呢？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人又不是你的朋友，你可能只是一面之缘，他是个可有可无的人，那删掉那怎么了呢？他的目的就是说我微信里面就是一个异性都不能有，只要有人在底下评论还是怎么着，有人点赞了他就要把我删掉。我听他说的意思是说不熟的人删掉是吧？熟的人无所谓哈，熟的人不过的话就无所谓啊。那我跟他还有他朋友去吃饭，然后就他朋友的女朋友可能坐在边边角就夹不到菜，我给他女朋友夹到菜，然后他朋友就那个男孩就可能出于说回敬之类的就给我夹到菜，然后他就趁人家比如说去洗手间的时候就开始警告我说这个菜不许吃，自己朋友的气也深。我确实是我当时是吃醋，我挺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朋友给他加了两次，加一次也就好，那第二次那我朋友吃醋他也不对，那因为将心比心，就是我之前我对面是一个我的女性朋友，我给人家加了几次菜，然后我对象不高兴了，然后我当时就看出来了，我就是不加，我说哎大家正常吃这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出来我不高兴，那还是正常然后吃，然后还说谢谢，然后这样还给人家加。那你不觉得自己管得宽吗？哎呀，这个谈恋爱要没点嫉妒还真不好啊。最后一条让我们看看啊，见面第二次就恋爱是我识人不清，现在我后悔了。因为我确实就是跟他谈恋爱的之前就只见过一次啊，然后见面第二次，然后他当时就是说想要跟我在一起，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个怎么认识的呢？当时是在奥体看比赛，当时是我一个朋友一个女孩带我去的，我那女孩刚好认识她，然后当时就一起去了，就买了四张票坐一块嘛。嗯。临走的时候加了个微信什么的，然后之后也没有聊天，就有的时候她可能就是偶尔喊我几次出去玩，都不是那种单独约，就是大家聚一起的时候，然后她说啊，今晚有没有空，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一会儿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也没有去，然后直到有一次她朋友过生日，她当时喊我去一个小清吧地方就是喝酒，然后那天晚上就谈了。嗯，谈了之后就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吧，我觉得他就是我不满意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而且对我就越来越没有之前说那么体贴那么温柔，所以说我有一点后悔，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走下去了。哦，今天来干嘛呢？就是想要听听主持人和各位评委老师的意见吧。你什么态度啊兄弟？肯定是不太想分手的，我觉得我很爱他。这小子有好的地方吗？性格比较好。他，你不是说他性格不好吗？就是以前就是性格特别好，然后慢慢的就是说现在可能会表现出比较偏激。如果说一定让你不离开他，那么是什么东西在吸引你呢？就是体贴，还有就是心里就是蛮装着我，就是这段关系里面他可能就是感情方面付出的确实会比我要多一点。现在问题就摆在老师们的面前了，女生说了我后悔了，她想来你们这儿弄点后悔药吃，吃得着吗？有这药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后悔挺正常的，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后悔，后悔这个后悔那个，我觉得后悔就做出行动改变呗。对你们来说一切都刚刚开始，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开始，所以我觉得改变是完全来得及的。当你觉得后悔的时候，你重新审视自己，再看看对方。但是话说回来，我听到你刚刚所说的这些后悔好像也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比如说他打伞的时候，比如说他有时候不够那么 man 是吧，不是特别致命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在你们俩对话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什么叫互补，女生伶牙俐齿，而男生呢感觉是一个温厚内敛的人，其实这种性格应该是互补的。如果你真找一个像赵川这样的，打伞的时候绝对不会翘着兰花指是吧？不，我觉得也不对，打伞的时候肯定就是都不打吧，那都跟你打吧。那也不至于，你也不至于。不是，真是这样是吗？但是你真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说他要是心里是有你的，他会说你别淋着。对，真是这样。所以我在想，你提出的这一些，如果真的换一个人
站在你的面前，此时此刻你依然会有其他的问题，你依然会有其他的抱怨，你依然会觉得你们之间不像你期待的那样丝丝入扣，关心你到心里。你希望的是另外一个人满足你所有的想象，而这样一个人真的很难。这世界上没有。我觉得你就我分析我自己吧，不说你吧，我觉得我自己都很难满足我自己的想象。我看到电视的时候，别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说我要会这样就行了。我看到别人出口成章，我说我要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我自己没有做出努力，我很难成为那样。同样，在你也是一样，你期待对方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没有做出更多吧。所以换位思考一下，两个人可能心态会不一样。男生永远是一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样子。我觉得你在这段感情里一直没有舒展你自己，他才会觉得你不够 man。 你索性就放松你自己，舒展你自己，做你自己。如果真的不合适，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呢？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不晚。谢谢。所以说其实后悔药就是改变嘛，是吧？来，莎娜老师，就说打伞这个事儿，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就是可能群姐和川哥都觉得他会想到说你别淋湿，有的时候甚至女方还说不希望自己男朋友淋湿，俩人还会争你多打点我少打点这样的。但我还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男生和女生思维他本身就不一样，他有可能根本不知道那边会湿，他就是可能就是反应会迟钝。就当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告诉他，我被淋湿了，你没看到吗？或者说我被淋湿了，你能不能把伞多给我这边匀一下。如果你希望一个他反应很迟钝的男生去理解你的话，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你的感受的话，那可能这个人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你刚才所有的讲述和叙述当中，我听到的除了责备就是比较，然后就是埋怨、不满、责怪和不理解。对一个爱人不应该会有这么多的要求，所以说唯一的解释就是什么，他不是你心中所愿，你希望他积极变成什么样的，而且你又给他树了一个前男友的标杆。当有这样的一个标杆在，或者你心中那个框架的那个人的形象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再怎么改变都挺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不是你心中所愿的那个人，那就去找一个符合你心中形象的那个人，这样放过彼此嘛。谢谢莎娜老师。所以女生这么多的抱怨，其实那都是因为真正的优秀那个形象是不仅仅是她，最好再加上一个前男友那些优点，然后组成了这个人是你心目中完美的那个形象。但是我告诉你，肯定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完人存在，甚至于你眼中的缺点恰恰可能是别的异性或者他的朋友眼中的优点。就比如说他肯为一次这种失败的买卖自己来承担这个损失，这一点是体现这个男孩子很强的责任心。所以说你到底要什么？你要感情还是要条件？如果说这个男孩是真正喜欢上他这个人，那其实很多你要求的那些所谓的特点你就会妥协。如果你不能，说明他不是你爱上那个人。男生也一样，在这段感情当中你明显处于劣势，你怎么做都不行，最终导致你的情绪失控，推倒啊，马上后悔吗，然后一些偏激的行为啊，没用。如果他心目中男人不是你的话，你就是把自己纠结的再扭曲也不会得到他。所以说做好自己，你有一份很强的责任心，你对待一份感情很专注，这都是优点。但如果用错了人身上，不怪你，可能会失败，但是没关系，如果真是不行的话就分手。我觉得不需要后悔，只是多一次经历而已，每次经历都是值得珍惜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我特别不喜欢你们两个的状态，就是有些年轻的情侣他们吵吵闹闹甚至翻脸，但我觉得他们之间是有彼此紧密联络在一起的原因的，而你们的状态让我特别的不舒服。其实女生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因为喜欢一个人的优点才会和他在一起，而包容一个人的缺点才能长期相处下去。在你眼中他的优点已经不足以吸引你，而他的缺点你无法包容，那怎么继续呢？
其实人和人相处，情侣之间就是需要不断的打磨，这个过程或长或短，但是你们之间，你觉得能磨合下去吗？我觉得你不喜欢他可以，但是你不能不尊重他。你拿你的前男友去要求他，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跟他说，你要学学我前男友的稳重吗？这叫不尊重。你前男友那么好，你去把他叫回来啊。你这么跟现任男友说，你让他情何以堪？而且拜托，哎，这是你自己选的男朋友啊，你这看不上那瞧不起，你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如果你真的觉得他身上有优点，那你要做的是和他一起成长，去共同把那些缺点弥补起来。如果你不看好他，你觉得这个人身上太多缺点我无法接受，那咱们选择再见。但是你这个态度我觉得不好，太趾高气昂，太自以为是。男生，其实你的问题也很大。在感情中，有些男生是越挫越勇，我女朋友觉得我不行，我就努力加油，我要变得更好。哎，越挫越勇，你是越挫越挫，你的自信心已经严重的被他打压到都要下跪了。你一七尺男儿，你的尊严在哪儿啊？咱可以爱一个人，咱可以为了他努力改变，但我们要有尊严。一个人在感情中不被对方尊重，不仅仅是对方有问题，也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感情放到最卑微的地方。干嘛要去这样卑躬屈膝地面对一份情感？我们珍视一份情感，用的是对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妥协。我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去调整，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快乐起来，好吗？谢谢。生活有常态和非常态，在南京这个地方，以我的生活阅历，我觉得人人应该带一把伞，尤其是梅雨季节的时候，那样最方便，自己打是淋不着的。两个人合用一把伞，第一伞大不方便携带，第二确实容易让两个人都淋湿，所以常态是应该一人带一把伞，非常态是两个人腻咕在一起搂着你给你打一把伞。所以我在想，你说爱情是生活的常态吗？我觉得爱情放在人的一辈子当中是一个非常态，它不像梅雨到那个季节就有啊，它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感情很浓，你浓我浓，过了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认识了彼此真实的面目。现在其实很简单，姑娘，如果你就是没看上他，你就早点放弃，不耽误时间。如果你心里没有让你过意不去的，那就再往前试一试。男生也是一样的，感情生活一定要平等啊。如果你真觉得你卑微不够舒展的话，麻烦你舒展开来。生活的常态就是普普通通、自自然然，生活的非常态才是那些激动或者怎么样。接下来一起进入到真情六十秒。亲爱的，我真的很爱你，我知道我有很多地方都不成熟，做的很多事情都很不好，很多事情就是很蠢，但我真的希望就是我爱你。我觉得吧，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说短也不短，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也没有看到什么改变，而且反而就我还没有一开始的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接下来当然是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来，请开门。这个结局其实挺好的，就叫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感。你可以欺骗太多的人，但是你永远骗不了自己，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生活里，当你知道真相之后，你能够做出的选择其实就是转身就走。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三年多了，我们一起到了外地，为了在一起，他的爸妈认为我是为了工作利用男朋友，认为我对男朋友没有什么感情，坚决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男朋友现在要跟我分手，说他看不到希望，我该怎么办？马上回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是败给了他父母的误解，而是败给了你男朋友的不坚持，所以你苦苦哀求的话，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卑微。祝福你。帕蔗糖歌减醇，感谢君乐宝减醇零蔗糖酸奶对本栏目的冠名播出。喝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再一次感谢减醇酸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要谢谢我们几位老师今天对我们嘉宾朋友们的帮助。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